即係我大家講唔講？我成日覺得，即係你話啲世界咧，好、okay. 多咩所謂國家地域分界啊咁樣咧，係同去廁所冇乜分別嘅啫。嗱，你諗下，你去廁所就係咁，邊個啊？有人啊，我嚟先噶，係咪啊？就呢、是、度我嚟先噶，點解嘅啫嘛？咁所以我覺得 ，OK， 如果有咩人想世界和平得，如果你可以習慣同人一齊用一個廁所咪得噶啦，即係以後咧就咁，邊個啊？哦，你又嚟，得，側邊嚟，呢度。唔舒服，唔夠位，呢度前面，喂，你啊，你啊，